咨商室贴满了猫咪的照片，他们是朗朗和晨晨最佳的情绪协调员。呢兩隻貓咧係我哋係即係鼓勵我哋啲會員咧，係透過一個叫動物輔助治療嘅方式咧，係喺度傾談嘅時候，可能同啲動物都多啲互動嚇，嚟增加佢哋自信心啊，同埋可能佢安全感咧，係令到佢哋都覺得係自己安舒啲嚇。香港善导会主要协助精神障碍者回归社会，疫情后失业者多，如何平复情绪？毛毛原地发挥大。慈济志工送来了空气清净机，让环境能够更加舒适。同时也了解失业辅助金对会员的帮助。咁嗰啲会员都系即系刚刚失业啦，吓即系做咗工半年，但系都失业一个月，咁或以上嘅，咁样透过我哋嘅同事就了解咗佢哋需要，咁就转介咗去呢个慈济失业计划啦。不稳定的氛围，不安的情绪，更需要这份安定的力量拉一把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梁昌才、林丽香港报道。